请不要在驾驶车辆或者操作机器时聆听这个录音。大家好，我是戴安娜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引导睡眠时间。也许你是焦虑而不能入睡，或者是睡着了，半夜多次醒来。不管你是哪种情况，今天的这个引导都可以把你的身体和思维带入到放松状态，让你进入舒适的睡眠中。接下来，我们会进入一个轻松愉悦的旅程。你需要做的是毫无保留的沉浸在这个当下。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未来还没有到来。你只在当下的这个轻松而又愉悦的旅途中。现在请大家找一个舒适安全的地方，确保你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沉静而又放松的状态，没有任何琐事会牵绊你，把一切都放在明天来处理。当你准备好了，你可以慢慢的平躺下来。当你轻松的进入放松状态时，你很快会感觉到自己的眼皮非常非常的沉重。你可以轻轻的闭上眼睛。现在，深深的用鼻子吸气，再缓慢的从嘴巴吐气。你感觉到你吸入的空气中有一种沉静和清香的气息，它仿佛带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在进入你的身体之后，并能伴随吐气，把你体内积存已久的压力和焦虑都通通的释放出去。让你感觉越来越轻松和放松。再深深的用鼻子吸气，缓慢的从嘴巴吐气。你现在已经找到了呼吸节奏，并且一直能够保持这样的节奏。当你关注自己的呼吸时，脑子里的那些图像、感觉、声音也正在逐渐的、逐渐的消失。现在你可以平静的释放自己，继续的平静的释放自己。让自己开始进入睡眠的恍惚中，你感觉非常的轻松，这种放松感传遍了你整个身体。让我的声音伴随和引导你，继续的继续的向着更深的放松。在这里，你很安全，也很平稳。你明白你对自己的身体和意识
有着充分的掌控。现在的你不需要为自己制定任何目标，只需要让自己放松。你可以用你最喜欢的方式进入到你的睡眠中。你可以到你最喜欢的地方，或者想象自己正在空中漂浮，用你无限的、完全的、自由的想象力，在那里，时间为你放慢了脚步。你所有宁静的感觉与你内心的宁静是相一致的。放松和那种纯粹的放松感，就像踏入一个期待已久的假期，你的心情既愉快又放松。所有的快乐和最新，所有的快乐、最深的幸福、最期望的那个睡前的美好的地方，也许在你想象中的某个地方，或许在海岛的某一个宽敞的度假屋里，或在一个美丽乡村的小屋里。或许在一个温暖、舒适的森林里，或者湖边的一个隐居地。在美丽的、平静的大自然中的某个地方，在最舒缓的黄昏光束中，美丽的银色的月光下，柔软的星光在你的上空闪烁着和闪耀着。你也在缓慢而持续地漂浮着，向着更深的方向漂浮着。又仿佛在你宽敞舒适的房间里，最温暖的和平静的持续的完美睡眠中，你感觉睡眠的波浪和频率正在向你飘来。调和和疏通你身体里的经络、气脉。一会儿，我会从五倒数到一。当我倒数到一时，你的身体会更加的放松，你的思维会放慢速度，你会更加的平和，你所有内在反应都是带着你向着更深的方向放松、释放、放松。现在从五开始，想象自己
正走在一个平坦的沙滩上。你的双脚正踩在温暖的海水里。你的脚底触摸着海水和沙子，这是一个由内向外的疗愈，让你平静的心情愈合你的身体。四，感觉越来越好，因为你终于可以放松了，释放一切负面的念头。三，每一次呼吸都会越来越深，越来越缓慢，越来越长。二，越来越多的幸福的舒适感在你的身体里流动。你沉浸于完美平和的微频率的震动中，那些健康和治愈的频率正在由内向外扩展，一直伸展到你的四肢，流遍了你平静的思维。那片睡眠的海洋冲刷着你，融入于你。想象海浪冲刷着美丽的白色沙滩，带走了所有人们在沙滩上塑造的沙堡，全部溶解和融化了。同时，海浪也带走了你所有的焦虑和烦恼。海岸线的整个表面和这片沙滩变得如此的平淡，白色的沙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，沙滩又回到那完美光滑的状态。这种纯粹舒适的感觉，也许比你曾经有过的那种舒适感更多、更深、更强。我现在要说的下一个数字，你会感觉你自己的双脚，当你的双脚开始浮动，你的身体也会轻盈地漂浮起来。像一片羽毛，把你漂浮到遥远、遥远而又非常美好的地方。你感觉毫不费力地移动着，星光下的温暖的微风轻拂着你，你正在回归到你最自然的状态中，最简单的存在，最简单的呼吸。现在将自己漂浮到一个遥远、遥远的地方。当你进入那些梦境，你内心深处也能够简单的放下，抛开所有的忧虑。你仿佛是一颗美丽的流星，穿越天际，让宇宙的能量来疗愈你的身体，
治愈你，让你进入越来越深的宁静和睡眠中。最后一个数字一，你现在已经到达最后一步，你的意识现在自由地漂移着。你的潜意识知道如何最好地释放情绪，治愈你的身体和你最深的意识，享受那种美丽的旅程给你带来的疗效，幸福和快乐带给你所有的希望。宇宙的海洋会带走一切对你不利的和你不需要的东西，你只需要学会放手，释放。你会感觉仿佛一块大石头从你的身体里被搬走了，你感觉轻松和自由。当你轻松地漂移着，漂移到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和安稳的睡眠，只有纯粹的喜悦和幸福正开始旋转和冲刷着，使你的思维和身体充满了明亮的色彩。感觉仿佛是强大的太阳光束一样，发送着神圣的治疗的精华。这个精华进入到你的身体，给予你滋养和疗愈。让自己呼吸那光的疗愈到你的胸部、胃部和进入到你的中脉。你的呼吸像海绵一样接受着那一切，吸收着滋养、疗愈的能量。增强你的积极、自信和仁爱之心。光的能量开始轻轻地在你的身体里震动，这是身体疗愈的节奏。而你在深层的放松时，你仍然能够听到我的声音。你的潜意识懂得和接受所有我下面要说的正面的、舒缓的词语。下面是你需要对自己潜意识说的话，你也可以跟随着我默念，或者只是让潜意识来聆听我所说的正面的词语。我在我强大的平静中，我知道我是很安全的。我感到非常的自信。我的呼吸是如此的通畅，
我的身体知道如何放松。疗愈的能量和健康流入到我的身体里。我自然地呼吸着，我做回我真实的自己。我知道我正在学习如何放手和释放。因为我对明天的幸福梦想充满了希望和自信。每晚，我都有非常非常好的睡眠。我非常容易地进入到平静的睡眠中。我平静的心灵深深地治愈了我的身体。我的思维正变得如此的清晰。每天，我都在学习如何去感受和表达真实的自己。每天，我都在积极的成长。我感到非常满足。我有积极的行动力。我正朝着我重要的人生目标前行。每一天都会带给我越来越多的希望。我知道我一定能够成功。我很有动力。看到并体验到自己的成长。我积极地学习新的事物。我的思维和身体都在愈合。我放下了所有的压力和所有的忧虑，迅速而又轻松地放下了一切负面的东西。每一天，我都在学习如何信任我自己，以及倾听自己的需求，真正的需求。我相信我自己，我为自己感到骄傲。我很容易地让我的优秀品质和能力都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。我是有价值的，就像我现在这样对自己说，我觉得，我知道，我是完美的。我的生活是丰富的，我是富裕的。我在我最大的价值中是富有的。我感到非常自信，我如此的平静。我越来越多的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，因为疗愈之光在清理和平衡我。
我懂得在我的体内的爱和最深的智慧。我保持放松和平静，我能够平衡所有的障碍和挑战。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都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越是让我的价值闪耀出来，真实的我就会越发的闪耀。我在我生活中如此轻松地向前迈进。当我在夜晚休息时，我睡得如此之深，我的心灵现在得到了补充。我的身体正在得到补充。明天，我将精神焕发地迎接新的一天。我所有的能量中心已经清理和平衡了。我的坚韧性在不停地增长。我感觉到如此的安全和快乐。当我在睡眠时，我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修复。在我最深、最深的睡眠中，我接受幸福之光的疗愈。一切都非常、非常的完美。晚安，我的朋友。